们的亮相成绩开始。现在是一号马燕春金冠，来自爱尔兰的四岁的褐溜色的公马骑士阿丽泰，练马是周涵，马主赵春。三号马半城月光，来自澳大利亚的七岁的栗色的善马骑士吴因达拉，练马是陆汝文，马主沙宝亮。八号马燕春花酿，来自澳大利亚的三岁的溜色的公马骑士李荣昌，练马是周涵，马主是赵春。五号马玉龙神，又来自澳大利亚的八岁的溜色的猛马骑士李峰格，练马是四只古龙，马主持玉龙马业。好，接下来准备上马的是同马房的六号马闪亮，闪亮是来自英国的七岁的溜色的公马骑士黄建辉，练马是四只古龙，马主持玉龙马业。然后我们看一下七号马黄标，来自新西兰的五岁的栗色的公马骑士田心华，练马是何阳社，马主是侯兴建。好，本场比赛最后亮相的就是九号马玉龙雄飞，来自澳大利亚的四岁的栗色的公马骑士赵天花，练马是何一鹏，马主是新加坡易冠。马匹出发。好，各马没有慢闸的，现在马匹稳不出来。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黑色彩毛的玉龙神佑领先优势，现在排到第二位了。现在排在第一位的是一号马燕春金冠，领先在半个马位左右。第三位是蓝色彩毛的半城月光，排在第四位的是红色彩毛的七号马狂飙，两个马位之隔的是橙色彩毛的玉龙雄飞，在他之后的就是绿色彩毛的六号马闪亮，目前排在最尾端的是紫色彩毛的八号马燕春花酿。好，现在回到我们的道路最前方，排在比赛最前面的还是 1.5 个马位领先的是一号马燕春金冠，接下来是黑色彩毛加差距两个马位的玉龙神佑，然后是一个马位之隔的就是蓝色彩毛的半城月光，马现在开始入弯，现在排在比赛第四位的就是八号马燕春花酿，排在比赛前燕春花酿从外栏慢慢的速度改了上来，燕春花酿速度非常快，燕春花酿现在已经排到了本场比赛的最前面，已经超过了同马房的燕春金冠了。现在这燕春花酿可以看到是以两个马位排在比赛的最前面，我们这是一场2800米的角逐，要跑两圈的，现在还剩下2000米左右。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紫色彩帽的燕春花酿是进入我们的直线，然后排在比赛第二位的是蓝色彩毛的半城月光，接下来可以看到同马房的是一号马燕春金冠，排在比赛第三位，然后是黑色彩毛的玉龙神佑，接下来可以看到橙色彩毛的玉龙雄飞，再往后可以看到两匹马是绿色彩毛的闪亮以及七号马狂飙。好，现在可以看到是五个马位领先的就是紫色彩毛的燕春花酿，现在所有的马匹第一次过终点，现在还有1600米要跑，现在看到排在比赛第二位的是一号马燕春金冠，两匹马差距现在还在四五个马位左右。最外档可以看到黑色彩毛玉龙神佑排在比赛最前面的依然还是八号马燕春花酿，是赌场王子，而且速度非常快。内栏现在可以看到蓝色彩毛的半城月光也赶了上来，排在比赛第三位，中间可以看到是绿色彩毛的六号马闪亮排在比赛第二位，接下来第四名的是黑色彩毛的五号马玉龙神佑排在比赛的第四位，然后是一号马燕春金冠，排在比赛后两位的可以看到是狂飙和玉龙雄飞。现在马匹进入后面的直道，排在比赛最前面已经是半个马位领先的是八号马燕春花酿，被马匹赶了上来。现在玉龙马也两匹慢慢的赶了上来，一匹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是六号马闪亮排在比赛最前面，然后是同马房的玉龙神佑已经赶过来，是排在比赛第二位。接下来是狂飙红色彩衣的狂飙排在比赛第三位。现在是燕春的两匹马可以当燕春金冠和燕春花酿排在比赛的四五位，然后中间的可以看到还是有另外的一匹马就是橙色彩毛的玉龙雄威。现在排在比赛最前面的还是玉龙马也两匹马，差距在半个马位的一个马位之间，分别是闪亮和玉龙神佑。现在马匹开始过弯，现在是另外一匹红色彩衣的七号马狂飙从外栏赶了上来，是现在排在比赛的最前面，领先优势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马位两个马位。现在可以排在比赛第二位的还是五号马玉龙神佑，第三位的现在可以看到是现在第三位的变成玉龙神佑，第二位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号马燕春金冠，燕春金冠现在紧追狂飙，狂飙现在领先是在半个马位左右。现在马匹入弯，两匹可以看到玉龙马业的绿色的彩衣的马匹现在也进入弯道。最后的350，排在最前面是两个马位领先的七号马狂飙，领先在两个马位左右。后面可以看到是苦苦在追的是一号马燕春金冠，现在是中间可以看到绿色彩帽的六号马闪亮也赶了上。最后的200米可以看到狂飙已经狂飙了起来，排在比赛的最前面领先是两个马位、四个马位了。狂飙现在是排在比赛最前面，其他马匹应该是已经没有机会再追了。现在看到狂飙率先冲在终点。好，第二过终点是一号马燕春金冠，第三过终点三号马玉龙雄飞。